敬杯子酒。好主播观众，台中大甲镇南宫大年初三24号晚间子时，董事长严清标率领董监事抽出了四季签，其中最受瞩目的象征国运签的人口签也出炉。今年抽出的国运签是己亥签的薛仁贵救驾，签文内容是福如东海，寿如山，君尔何须叹苦难，命内自然逢大吉，祈保分明得平安。那解签老师表示，这支签是属于中上签，主要的意义是什么？带您来听老师怎么说？营运国际化啊，因为今年面对主力吼，它变化较大啊，所以呢，咱每个企业吼，爱积极稳健啊，然后先稳健下来，再力求突破，在本业的竞争基础上才能够提升。一起团结哦，走过困境。好，董事长严清标也补充了，这支国运签是大家要合作，薛仁贵救驾，大家要很拼，救驾合作就会成功，别再纷纷扰扰。